Hello， 大家好，由袁伟豪、惠英红、江浩文、蔡思贝等人领衔主演的《铁探》正在火热来袭，相信大家已经迫不及待地拿出手机开始追剧了吧？该剧主要讲述的是香港警局之中争夺权力、不择手段、互相残杀的事情。剧中袁伟豪饰演的是尚星，是一名热心肠的警察，在一次行动中为救战友而受伤，因此现在变得行动有些不便，但是他也一直寻找枪击事件的真相。虽然中枪后他的身体还是比较虚弱的，但是他还是凭借顽强的意志纠察到了此事与万西华有关。剧中惠英红饰演的是总警司万西华，他一直窥视着权力，想要找到机会上位，但他大儿子被人害死之后一直伤心不已，之后重新振作起来的万西华似乎与以前不太一样了，变得心狠手辣。而另外一个关键人物江浩文饰演的刘炳高，他是一个卧底，但是他的具体身份不为人知，他与万西华有着不同寻常的关系。后来他也回过了自己警察的身份，却发现了万西华竟然背着他做了一些其他的事情，所以决定从此以后不再为他办事情了。接着尤炳高又发现了警察局里有人知道他身份的内鬼，万西华觉得现在的尤炳高可能会出卖自己，他很怕尤炳高将秘密说出去，于是决定先下手为强，直接杀掉了尤炳高来解除后患。